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祝你好运第39集的播出，我是主持人杨琼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丰博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先来欢迎蔡医师。蔡医师您好。杨小姐你好，各位彰化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哦，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试管婴儿成功的案例哦。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来讨论为什么做这个试管婴儿容易生双胞胎哦，我们要针对这个主题来做深入的探讨。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试管婴儿主治医生，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连续四年，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今天祝你好运节目的主题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为什么做试管婴儿容易生双胞胎哦。那么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也会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in电话，观众朋友在这个节目的后半阶段，如果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有不孕症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现场打这支电话进来请教蔡医师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那么现在我们要正式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过在谈到今天的主题之前，今天是11月9号嘛，其实再过两天，也就是11月11号，是所谓的这个双胞胎节哦。对，这个是我们都不晓得说，原来双胞胎有节日在庆祝的、哦。这可能是起奇，就是两个一并一起站在一起，所以双胞胎。这是84年，台湾地区的双胞胎协会，这是一个附属于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机构哈、一个民间华人的一个机构，他们定11月11日为双胞胎节。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说，台湾有双胞胎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哈。那11月11号就是这个单位他定出来，是这个日子是专属于我们台湾的双胞胎。对对对。可是大概很。观众大概都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双胞胎还有自己的节日。是，那国外的这个双胞胎不晓得有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美国、波兰或者是像最近的中国大陆，他们都有双胞胎的一个节日庆祝活动哈。像10月初，他们最近才有大概600对双胞胎在北京有一个双胞胎节的活动。那我们都知道，波兰的总理跟总统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哦，所以。他们既然兄弟是同卵双胞胎，所以他们对于双胞胎，他们是八叶，波兰是八叶，那美国我忘记是几叶，所以每一个国家他们双胞胎都有自己的节日。像比如说我们11月11日在美国就不是啊，因为11、11我们才会两个好像两个人站在一起，可是在美国11就是 November， 他没有形象上的一些意义，所以他们我不晓得美国他们是哪一个双胞胎节。是，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国家他们其实也有这个双胞胎节，对，只是他们定的这个日期可能不太一样。对对对。那台湾的是这个11月11号，就是后天，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把试管婴儿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试管婴儿的确比例很高，来做一个探讨。是，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哦，这个双胞胎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照理来讲，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生产的话都是一次一胎这样的情形比较多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双胞胎的情形产生？其实双胞胎的比例在，如果说你自然怀孕的话，大概是1.15%了，大概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公式算是1/64。是。那如果是双胞胎在试管婴儿里面，最近卫生署才把93年前台湾地区的试管婴儿生下来算一算，说，这里面的到底有几对双胞胎？就一算，38%哈。那38%跟1.15%就差了将近35倍之多哈。对。所以，的确，这个试管婴儿很容易双胞胎了。那这个双胞胎当然有可能是加减乘除来的。怎么说加减乘除？因为有时候你是三胞胎减下来双胞胎，那有时候是有些是加回来的，就是说你换一个胚胎变成双胞胎。因为做试管婴儿，我们会做雷射胚胎辅助孵化，所以在这个过程换一个胚胎变成双胞胎也有可能。所以做试管婴儿很容易双胞胎的道理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三个案例的分析。好，看这边，对，我们有实践案例哦，一起来了解。我们先讲三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不孕症11年，那曾经6次试管婴儿失败，来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4胞胎，我们帮他剪成双胞胎，是一对妹妹哈。下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不孕症八年，那他曾经做过一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来我们医院帮他做是三胞胎，那我们就随机捡一个生下双龙胎，就是两个都男生。下一个另外一个案例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做过人工受精几次失败之后要求做试管婴儿，那他一次就成功三胞胎，也是由我们医院帮他捡，随机捡哈。那这一对是龙凤，一男一龙，一男一女，所以有可能是双龙胎或双凤胎或龙凤胎这样的几率都有。这个案例我们因为是我们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看一下 VCR 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 VCR， 一起来分享一下哦。这个都是我们VCR， 我们医院的实际的 VCR， 不是幻灯片。嗯哼，是。那么其实刚刚其实都是看到这三个案例，他们很多都是多胞胎，然后去剪胎，这个几率比较大。这个几率比较大。对对对，嗯哼。OK， 那像这个就是刚刚第三个案例，就是说他三胞胎剪成龙凤胎，这个是哥哥，这个弟弟就是姐姐，他原来是三胞胎，那剪成龙凤胎、那他也是试管宝宝。是。对。那这是刚才第三张幻灯片，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那做试管婴儿。嗯哼。那因为他胚胎很多了，原先也还有冷冻，那后来他签署下，因为龙凤胎生下来他已经蛮欢的哈，然后就把胚胎那个签署同意就销毁了。对。所以刚刚这个是第三个，刚刚那段 VCR 影像有点模糊，那个是双胞胎龙凤胎。对。嗯哼哼。那还有没有 VCR 呢？是。我们后面的 VCR 再来看一下。那为什么说做试管婴儿比较容易双胞胎？第一个，我们为了求提高怀孕率，我们就打排卵针哈，这是最新型的排卵笔。那这个排卵针打下去呢，就会增加它的卵子的数目。嗯哼哼。那卵子数目增加，胚胎就增加。是。那试管婴儿为了提高成功率，我们不可能放一个胚胎，很少哈。这个几率就会比较低。对，所以我们就会两个、三个。那原先比如说我们盘算是三个胚胎，每个胚胎着床率是15%-30%。我们一起说，也许可能一胞胎，可是它像刚刚三对，不知道哪一个，就是三个放下去，就三个全中。哦。所以很难事先预估，就是说，我三个胚胎放进去是一胞胎，还是两胞胎，还是三胞胎，甚至也有可能没有怀孕。对。是。所以这个这个多放一些胚胎，其实是为了增加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但是有时候这个三个全放也可能三个全失败，有时候三个放了也可能三个全中哦。所以有时候这很难估算的。有时候来找我做试管婴儿病人，他们有时候会说：“蔡医师，我要做双胞胎，最好龙凤胎啊。”他们会还指定这样子。那其实的确呢，做试管婴儿做人工受精是最容易双胞胎的。那我去查一些研究报告哈，非常有趣的发现说，不管是不是做试管婴儿，最容易生双胞胎的有四个因素。那我把它归类一下，变成 F 四，好像一个合唱团。第一个 F 就是说，你打做试管婴儿 IVF 或者说打排卵针 FSH， 这是第一个 F， 这是最容易生双胞胎的可能性。嗯。那第二个 F 就是叶酸 folic acid， 瑞典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针对孕妇生双胞胎的比例去算，这对双胞胎的比例有吃叶酸，比没有吃叶酸的孕妇生双胞胎的比例是增加2倍。嗯，他们统计的这指的是自然怀孕的吗？还是做自然怀孕的？自然怀孕。除了第一个是试管婴儿，其他我讲的是自然怀孕的，就是说你吃叶酸然后自然怀孕。是。那叶酸本身跟细胞分裂有关，那而且是他们统计2639个孕妇这样统计，算是很有意义的。嗯哼哼。那是，但是像叶酸的话，平常会是那个孕妇需要去补充的一个营养品嘛？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不是有一个很好笑的新闻，就是美国有一个好像拉丁裔州的一个歌星叫做珍妮罗培兹。嗯哼。就是以前跟班艾弗雷特在谈恋爱的那个是黑人歌星哈。他最近就看到班纳德瑞特跟他分手之后，也去生了一个小孩子，他很嫉妒，就是要去做试管婴儿。嗯哼。那这个罗培兹他的主治医师就说：“你赶快吃菠菜。”所以他一天要吃三次菠菜，狂吃菠菜。所以他就跟大力水手。所以他跟记者说：“我可能还没有生孩子，都可以已经快变成大力水手了。”因为菠菜里面有叶酸，所以叶酸本身就可以增加排卵素，所以吃了叶酸会增加试管婴儿成功率在这里。嗯哼，那第三个 F 就是
高污染区，就是工厂。德国的统计说，哎，奇怪，在污染区旁边的孕妇很容易生双胞胎。嗯，就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我也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这个我也是想不透。可是他们的统计是在工厂旁边的高污染区的双胞胎比例是非污染区的两倍。嗯，这是德国的统计，德国的研究，这个都是有研究根据的哈。是。那第四个 F 是家庭史，比如说这对夫妻，他的太太后丈夫有双胞胎的那个背景的，嗯，因为他们家有人生双胞胎，那他的生双胞胎比例尤其高，尤其是太太更是容易有双胞胎，所以但是这是不是有点遗传的因素？对，就是遗传，就是 family history， 就是家族史，所以打排卵针啊，或者做人工受精，就是第一个 F， 或者是叶酸，或者高污染区，或者是所谓的家庭史、家族史、遗传史，这个都是容易生双胞胎的四大因素，所以把它称为 F4。嗯哼哼，是，所以如果说是这个自然怀孕的话，哦，可能就是想要有这个双胞胎的话，就是可以靠多吃一点菠菜。对，但是如果说要搬去那个高污染区去居住，可能就不用了。只是说刚好德国有这样的统计，我顺便提出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 VC 啊。好，好，那我们打排卵针，刚才打排卵针，再来就取卵，所以这个取卵通常就是8到12颗这样取下来。那如果说变成卵巢环境好一点的话，可能10几、20颗、30颗。我最高曾经帮一个园林的病人取到51颗卵子，哇！那那个病人也很奇怪，他怎么会这么多？他第一次取45颗，第二次取51颗，他就是都是很多就对了。他每一次他那这么多卵子，每次就生一个啊。第二次又要生老二，又是51颗，也生一个，所以很多卵子也不代表说一定是品质好的。对对对，所以那还好，他就是两次都成功，所以他现在有两个宝贝。对，是。那再来看一下 VCR 吧。所以取了卵子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在显微镜下去找哦，这么多颗卵子，那这个每个卵子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宝宝。所以就是我们在做完试管婴儿刚才那七卵手术之后，我们会在隔天去看，哎，这个受精的情况如何？所以这一颗一颗都是宝贝哈。我常常跟病人说，这一颗都比钻石还贵哈，比那个总统那个国务机要会的那个钻石还贵，这个每一颗都是上万的。嗯，因为一个试管婴儿是10几万栽培出来，他如果说8颗的话，一颗就是15000。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可能12万的。嗯嗯，所以是，但是对父母来讲，这个如果能够有小孩的话，这个小孩真的是物价的。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卵子，每一个卵子就是蕴藏着它可能是一个宝宝的一个契机。对，是，就是它的一个机会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的镜头不是很多颗卵子吗？对，那你如果说在自然情况下只有排一颗卵子，那这时候你产生双胞胎的几率只有1.15%，就增加，就是这个是统计，就是说大台北地区双胞胎比例是100个有1.15个，可是你如果做试管婴儿，100个里面有38个，所以为什么？就答案就是刚才比例真的差太多了。就答案就是在刚刚那个镜头，就是那么多的卵子。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那么多的卵子，再来就是这么多的胚胎哈，这就是变成第三天的胚胎。是。那我们通常会换2至3个或4个胚胎，看年纪的哈。嗯，那这个胚胎从刚才从卵子这样受精变成这个胚胎来，我们就开始准备要把这个胚胎放到子宫。那这个其实就某一种程度的意义来说，这每一个胚胎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子，哦，就它就是一条生命，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分类的哈。就是八，像这个胚胎就非常漂亮的，我们称它为8A 细胞，就是8个细胞，然后它又很清澈。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在换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的话，大概会跟别人说，你这次的成功几率是蛮大的哈。所以我们在换，如果说可以找到 A 级的胚胎，大概就是比较有把握。如果说看到很多碎片，要是说分类的细胞数不是算理想，就不见得有把握。嗯，对，是。好，那有了胚胎之后，还需不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来辅助这个胚胎比较容易着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来看一下 VC， 刚才好像有一个，对，我们在植入胚胎之前，我们都会在雷射用，像这是我们医院的使用电脑系统，这是一个电脑在操作，用雷射在胚胎上面打一个洞，那这个叫做雷射辅助孵化。当这个胚胎从这个洞钻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胚胎一切为二变成双胞胎。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医院碰过一个，从台东
哦，很远的台东来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那换一个胚胎，他回去台东马偕医院做，说蔡医师，我怎么变成双胞胎？你帮我换一个。我说可能因为有做雷射胚胎辅助孵化，嗯哼哼，所以这个就是同卵双胞了。同卵双胞。如果说一个胚胎，所以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我们医院或其他国外的研究机构也发现说，做试管婴儿的同卵双胞胎比例好像比一般自然怀孕高，因为我们有刚才那一道有做那个雷射胚胎辅助孵化，但是如果没有做这一道程序的话，会不会几率就比较低？通常那这样的话会增加双胞胎，但是它是属于异卵，就是不同的胚胎不同的宝宝。那刚才有那个是一个胚胎两个一模一样的宝宝，就是同卵双生哈。我们的双胞胎有异卵的跟同卵的。同卵的。对。好，那有关于这个异卵双胞跟这个同卵双胞有什么样的差异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还会继续的回来请教蔡医师。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成立于民国84年，至今服务乡亲11年，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专业医疗团队和医疗仪器设备，提供不孕症的各项检查及治疗，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医院已获卫生署核准成立的试管婴儿单位以及各种不孕症检查仪器试管婴儿研究实验室，帮助了许多不孕症的患者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元妇产科的蔡宏博医师。博元妇产科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包括精液分析、精虫抗体的分析、精液的洗涤、冷冻胚胎、单粒精虫显微注射、胚胎的培养、囊胚及胚胎的培养、无精症的显微手术起经，所有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都有这项技术来帮你预言指望。博元妇产科不孕症中心有卫生署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跟仪器，包括精液分析仪器、显微镜、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高技术、高科技的显微操作仪，以及量身定做的胚胎培养箱，这一些仪器都在卫生署核可的情况下，为各位不孕症的病人服务。对院长蔡峰博医师与副院长陈昭文女医师来说，上门来看诊的病人求子之心，是他们行医做试管婴儿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他们遇到过很多不孕症夫妇和求子路上非常辛苦的夫妻们，每个求子故事都是支持促使他们行医做研究的最大动力和力量。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
迎观众朋友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试管婴儿的成功案例。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跟您探讨为什么做试管婴儿容易生双胞胎的问题哦。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丰博蔡医师。那么刚才哦，蔡医师提到说，其实在做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哦，我们会针对这个胚胎来做一个雷射胚胎的辅助孵化。对。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哦，其实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同卵双胞胎。对。那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一道程序的话，可能产生的就会是异卵双胞胎。对，就是不同的胚胎，异卵双胞胎。对。是。那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同卵双胞胎有时候在科学家他们很喜欢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室，因为他们所带有的基因一模一样。所以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在一出生之后，有一个就另外一个家庭去领养，那37年之后他们两个又继手，结果他们去分析说，哎，他们两个都曾经在加油站打过工，他们两个喜欢喝的啤酒都同一个牌子，就是他们去分析很多行为模式都类似，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所带的基因是一模一样，所以他们除非外在的环境给他刺激不一样，或者说他们理论上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社会成就、社会动机，或者是他们的 IQ， 理论上都应该是蛮接近的。蛮接近的。对对对。那异卵双胞胎就会差一点。对，它就完全那是不一样的基因组合了哈。所以双胞胎最近其实在全球也有很多笑话出来，比如说英国最近不是说，一对夫妻生下双胞胎，可是一黑一白。他们第一个怀疑说，会不会医院给我抱错小孩子？对啊，怎么会双胞胎一黑一白？对，那其实那种一黑一白也不是，澳洲也有一对，也是在布里斯班也是，双胞胎一男一黑一白。那这个几率其实很低，就1/10%。像英国那个是这一对双胞，他们是17岁，然后意外怀孕，还没结婚哈。那这一对是他们的父母都是黑人跟白人的混血儿。也就是说他们都带有黑白的基因。那澳洲那一对生下来双胞胎一黑一白更夸张，就是说爸爸是白人，但是妈妈他的妈妈的妈妈哈，就是等于这个双胞胎的外祖母是牙买加的黑人。那他的这对双胞胎的外祖父是白人，所以通常会有这种生下来黑白双胞胎的，一定是其中里面有爸爸后妈妈的爸爸妈妈是一黑一白的混血儿。对。所以他比如说澳洲那一对生下一黑一白的，就是说他的卵子有一颗是黑色皮肤比较强势的，那白小孩的话，就这颗卵子是白色皮肤比较强势的。所以这不同的卵子跟精子结合就变成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的小孩。对。那像这种的话，它都是像这样会隔代在遗传的会比较高。对。不过这种几率算是很低。通常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比如说我是混血儿，理论上我的皮肤的基因是比较只有一种嘛。像这种有不同基因表现的比较少，所以他们才会说每次出来这种都是属于国际新闻，都是因为这几率才几率太低了，1/10%。所以我查了一下资料，澳洲一个，英国一个啊，另外有一个好像是阿根廷，就这么3对。哇！对，那每次出来都是世界头条新闻的。对对。那最近还有一个嘞，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东北那个地方辽宁省那边也有一个。那个更奇怪了，就是说父母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黄皮肤哦。就是中国人娶中国人，自然怀孕，也不是做试管，也不是做人工，也不是说。说实验室怎么样，那他们生下照片看来是一个稍微比较黑，一个比较白，不像英国那一对就是黑的很明显，白的很明显。对，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好，所以双胞胎像这个是41岁哈，做第二次试管婴儿三胞胎，那我帮他随机剪一个，生下是一个男宝宝，就是男生哈，所以我剪下来有时候是两个男生，可能是龙凤胎，可能是两个女生，是。对，那这两个就因为是双胞胎吧，而且是试管，两个嘴角啦、眼睛啦都很像。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有一对龙凤胎，那就是双龙胎。我们再看一下 VC 啊。
哦，那这个是做试管一开始就是都没有剪胎，就是龙凤胎，它也是在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它就是刚好就是生出来就是两胎，我们好像换胚胎也不多，就是双胞胎。哇，凤胎这一对才艺非常优秀，他每次在我们的活动都会背诵三字经，记忆力超强。对，那这个就是没有剪胎，就是这也是试管婴儿双龙凤胎的一个案例哈。所以的的确确就是做我们医院的双胞胎在我们医院的统计是比国民健康局的比较高，我们好像40几%，就是说我们医院的双胞胎大概我们最近一季我要算一下是46.8%，也就是说在我们博恩妇产科可能将近一半是双胞胎。 对，所以有些病人一来就是说蔡医师我要双龙凤胎，我说我尽量哦，这个就不能勉强。对，我们要看下面西亚。好，那所以做试管婴儿有时候放了三个胚胎，就一看一拆破一看，哇，三个，像这拆破就看到三个宝宝，那这个势必要剪胎，我们一定会劝他在11、12周的时候剪胎哈。因为这个胎数太多还是比较有危险。那从这个拆破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你看那个胚胎就一边一果哈，就是这个是所谓的不同的胚胎来源，所以它是所谓的异卵多胞胎哈，它不会是同卵。同卵双胞胎有时候像有一个艺人叫做李志奇，最近不是跟马英九在那边秀服装，那对就是自然怀孕的同卵双胞胎。对，所以双胞胎在一般的社会的观感都是有趣的正面的哈。其实双胞胎的父母是压力蛮大的。 对，我一对双胞胎的母我看一下VC啊，是为什么说他们压力大呢？为什么说试管婴儿双胞胎比较多，就是有时候三胞胎的时候我们就要剪胎，就是我在帮病人剪胎的哈。在超音波打一下，我们把这个针放到小孩子的心脏，然后打氯化钾，打成剪胎，这是剪胎。那试管婴儿的医师剪胎做的，像我们算做的不少的一个医院哈。对，那其实在一个技师诊所做的很多剪胎的医师手上，剪胎是一个安全的了。对，安全的一个手术，这是黄色的，这个是氯化钾，这是氯化钾。而且剪胎其实对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来讲也比较安全。你如果是双胞胎以上，我们一定强烈建议剪，除非病人有很特殊的需求啊，对，会医疗因素介入。所以，刚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双胞胎会有压力？就因为一胞胎有时候一个父母，尤其是新手父母，他晚上就不用睡觉，何况双胞胎。所以我碰过一个双胞胎的病人，他多年不孕，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医院让他生双胞胎，那他半夜就是喂奶喂到体力不堪负荷，他那时候想把小孩子摔到地上啊。多年来才有这个双胞胎，他想要把这小孩子摔。那他的姐姐看到他神情不对，赶快把他请他去看一下医师，才发现说他有产后忧郁症。对，然后又要带两个小孩的话，真的压力大。产后忧郁症可大可小，小则就食欲变差，大则最近不是在哪里有一个产后忧郁症跳楼自杀。最近有一些新闻哈。所以这个家人也是都要注意一下。就是产妇生完之后，她有时候觉得说大家注意都看到那个宝宝不我不再是一个大家注意的焦点。她有时候会产生那种落差。对对，所以这个就会有忧郁症的产生。我们再看下VC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类的龙凤胎，经过剪胎以后的龙凤胎哈。是，对，所以这是我们在实验期要找十对双胞胎哈，那时候是催了亲子双十节，双十十双嘛哈，所以这两个是龙凤胎，这也是剪胎下来的。所以试管婴儿的龙凤胎双胞胎有时候是剪胎而来，有时候就是它呈现就是双胞胎。对，所以双胞胎还有一些因素，我叫做七高，七就是说七叶。美国纽约有一个医师，妇产科医师，他就有一天很无聊，他就把它算一下他的医院的，他发现说，凡是七叶受精，就七叶夫妻开始努力做人的哈，很容易双胞胎，就是1月到12月七月份最容易双胞胎。那另外一个统计就是，双胞胎的这个孕妇，她的身材比较高，就是比较高个儿。人比较高的比较双胞胎。那第一个这个都是统计，这个都是国外的研究。但是为什么其实还有七月份他提出上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七月份是不是阳光比较照，日照比较差，对，
对，所以他的脑下垂体分泌的 FNC 比较多，所以他比较多拍多颗卵子。嗯，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他这样的，这个当然就是说他发现这个，然后他寻求一个解释。是。那个儿比较高有可能啊，因为他可能个儿比较高，他的那个卵巢功能比较强也有可能，所以他生双胞胎，所以我叫做 F 四七高哈。F 四就刚刚讲叶酸。高污染区打排卵针，一个家庭史 ，family history， 这是 F 4是。那再来就七，就七月份，高就是高个儿，高个。所以 F 4七高是容易生双胞胎的六大因素。六大因素，对对对，哦，是。所以如果具备这六大因素的其中之一的话，可能几率就比较高一点。高当然，其中最高的还是做试管婴儿，试管婴儿百分之38%，但是高很多。比这个1.15% 这个几率差太多了。对对对，还有 VCR， 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是也是，就是多年不孕，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四胞胎，后来剪成双凤胎，就是两个都妹妹，啊，所以剪下来有可能是龙凤胎，可能是两个男生，可能是两个都妹妹，嗯，所以这样子我们示范，我们拿了我们验四对双胞胎，你看有的是一来就双胞胎，有的是剪胎成双龙胎，有的是剪成双凤胎，有的是剪成龙凤胎，都有可能。对，蔡医师不想你们有算过，就是说，在你医院做这个试管婴儿，到底这个双胞胎到底已经到目前为止有几对了？我们那时候要找双胞胎回来，我们那时候就回溯三年回去找，大概有那时候是实验室给我是134对。134对，后来我们打电话去，有的事情忙嘛，哈，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只想找10对，所以只有10对回来。哦，对，但是就是累计到目前为止，其实对对对，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找，因为那时候为了要办活动，所以我们那个小孩子也没有说找特别高龄的，所以就是大概刚才。镜头看到这些小孩子，近三年的，对，因为他们要赛车比赛嘛，对，所以还蛮可爱的。就是双胞胎，一般来讲，不过双胞胎其实慢慢等到他们长大之后，还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说这双胞胎要不要放在同一个班级呢，还是同一个学校呢？所以其实双胞胎他父母所面临的问题。你没有生过双胞胎，不知道他们的不了解他们的那个压力跟心态，其实有很多事情要伤脑筋的。有没有在其他的 VCR？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VCR。啊，这是我们今年四月儿童节办的。你看这都是我旁边全部都是试管宝宝，那好多都是双胞胎，双胞胎占的比例还是高，但是也当然也有些双胞胎，像我右边那个是单胞胎，那我的身后有三胞胎，所以试管宝宝的的确确。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卫生署的官方资料，的的确确至少38，就是说试管宝宝100个试管宝宝，那你看到这些镜头全部都是试管宝宝，那这里面有将近一半是双胞胎，双胞胎，对对对，所以这比例是非常的高，哦，高，对，好，那么这个阶段我们要暂时先进行到这边，那么下个阶段我们会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观众朋友如果针对今天的主题哦，您如果说有想要生双胞胎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不孕症方面问题想要请教我们蔡医师的话，都可以在广告过后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都是每一对不孕症的父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圆梦的结晶，博元妇产科和这些家庭们平常就维持良好的互动，每一年更会贴心地安排他们一起回博元妇产科，一同分享小朋友成长的喜悦。见面的这一刻，看到这些孩子们个个长得聪明、活泼又健康，大家都开心极了。大朋友开心，小朋友更是高兴地上台大秀才艺。博元妇产科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不断地精进研究技术，提升诊疗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卓著的成效与多年的经验累积，成功帮助了许多父母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愿。看着大家甜蜜幸福的笑容，
博元妇产科一切的努力总算有了最温暖的回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欢迎您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in电话，观众朋友如果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再进一步请教蔡医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726-4613。那么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为什么做试管婴儿容易生双胞胎的问题来请教蔡医师。那么刚才蔡医师也提到了哦，其实这个双胞胎一般在我们社会上的观感都是觉得蛮有趣的啊，两个人长得很像啊，甚至说有一些这个双胞胎他们可能一些行为模式或选择兴趣行业可能甚至都会相同啊，像很多艺人其实也都是双胞胎。那么最近也有一对这个双胞胎姐妹是当主播的啊，对对对，这个也很特别哦，都是有点好像开先例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对那他们会用这个双胞胎，可能就是说让观众说，他们的那个反应，或者是说临场反应，或者是在讲某一个新闻的时候，会不会是同样的腔调、同样的语言，或者同样的手势？对，比如从医学角度，应该是会接近，应该是会接近。人的表现或者是社会成就，不外乎是父母给你的基因嘛。那他们的基因如果是同样双胞胎，理论上是一模一样。是，那其实这些在我们看来其实都很有趣哦。不过刚才蔡医师也提到说，其实生双胞胎的这个家庭，其实父母是很辛苦的。对。那么有没有一些其实是比较属于悲剧的事情呢？就是我刚提到那个产后忧郁症，它那也不算悲剧，也就是说，压力大到他没办法负荷，必须要去就医哈。是。所以。双胞胎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表面风风光光，其实有时候我在跟双胞胎的这些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是比如说这对双胞胎要给他同一个班级呢，还是说不同的班级，像我问一个双胞胎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班级的时候姐姐比较乖，功课比较好，那老师就会说啊弟弟都不会像姐姐，那后来把这个弟弟移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之后，这个姐姐本来成绩都很好，这个弟弟本来成绩不好，移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之后，这个弟弟在别的学校成绩变得很好，可是这个姐姐一下子没有弟弟让他做一个对照子对比，他成绩掉下来，那这个大概你没有不是双胞胎的家庭，你没办法去想象这样有这么微妙。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到最后还是把双胞胎的这个小孩是放在同一个学校，或甚至是同一个班级，可能这样的比例也很高。对，可是，要看这个学校规定哦。有的学校他们有些规定是，双胞胎不能在同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但是不能在同一个班哦。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双胞胎也有很多趣闻哈、比如说最近在英国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哈、这个大家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新闻，就是一个少年他在网络聊天室找的跟一个男生就交往了哈。那交往呢，因为这个女生也很开放，她就跟他上床了。那超两个礼拜以后，她又在同样的网络聊天室又跟一个男生，她觉得很合得来，也有跟他交往，也跟他上床。那她跟哥哥，第一个，她把这个男生带回家里去。是。那她这个女生的妈妈就说：“比如说啊，Tony 你好。”她就跟好，她就以为她的女儿就交个男朋友。后来她又带这个 Tony 的弟弟回去，比如说这个名字都化名了哈。是。那他的妈妈看到的时候，又跟他讲：“Tony 你好。”
那、啊、这时候那个女生就赶快用手捏着她的那个第二个男朋友，其实是她是一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男朋友，不同人，但是是同卵双胞胎，是一模一样同卵双胞胎，等于是这个女生劈腿劈到同一对双胞胎，那、她还不晓得说在网络上竟然认识这两个 是来自一个同一个家庭，那这是怎么办呢？对，这样。那他那个妈妈也说，哎 ，Tony 你好啊，就他就那个女生就跟他做按打 pass， 他就说、伯母好，啊就，他后来这个女生她比较喜欢这个弟弟，哦，啊她想要，跟这个女嫁给这个弟弟，可是这个弟弟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拒绝，因为他如果娶了这个女生，他的哥哥一定会，因为他们兄弟很好啊，他的哥哥一定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背叛我？啊后来这个女生挣扎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毅然决然把这一对双胞胎都干脆分手算了。对，这个在网络上是一个，这个是真实的，这个真实故事，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劈腿劈到同卵双胞胎，这个几率我想大概也很低。像到那个女生有时候也分不出，我今天到底是跟谁在交往哈、啊？不过他至少还是分得出来，他是比较喜欢弟弟的。后来他可能是弟弟的个性比较跟他骂急哈、啊，所以他就跟他谈得来，所以双胞胎的确是有这么，后来那个女生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她跟两个都有上床，所以她就很怕她怀孕，因为她怀孕的时候，她根本不晓得去哪里，没办法做亲子鉴定，因为精子来源是一模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个精子是哥哥的，你去拿弟弟的 DNA 鉴定也可能是弟弟的、因为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精子来源。然后还好那时候他后来发现没有怀孕的时候，他只是赶快踩刹车。那如果说他有怀孕的话，他不晓得这个小孩子到底要叫哥哥 Daddy 还是叫这个这个就很糟了、所以这件新闻之所以好笑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有点乌龙、是这也是双胞胎一个笑话哈，而且是这个是真实的在英国的笑话，对，哇，所以英国最近老是搞一些双胞胎的笑话，不是最近才一个黑白龙凤胎，对，也是一个烟狗出来的一个新闻，这都是道道地地的新闻事件，对对对，是，不过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上。不过这个刚才那个那笑话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就是说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个女生紧张的地方就是说，万一如果有怀孕的话要去做亲子鉴定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对，是。好，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接一通线上的call in电话，彰化的喜小姐。喜小姐您好。哦，喂，你好，是蔡医师好。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蔡医师？蔡医师，我是不是脸啊，我上次之前做怀孕嘛，然后目前是双胞胎，因为我婆婆也是那个双胞胎啦。啊，你之前是跟我讲说，可能就是一半是试管婴儿，一半是我婆婆可能有带基因的，我先生讲。你是做试管婴儿的吗？是啊。哦，是你，对，然后呢？然后因为现在我小姑就是因为她30岁了，然后就是都没有生，然后我婆婆是想说，哎，看我，因为她看我也是做试管婴儿。双胞胎是，然后他想说叫我小姑，因为小姑比我还要大，他想说这样子就问我说，这样子的话做试管婴儿会不会几率上会比一般人，因为我们又是有遗传基因的嘛，会不会比一般人还要高？你小姑跟你的婆婆应该有血缘关系，是她就是她婆婆的女儿，我先生的妹妹，对，应该是有。如果说你的婆家这边有基因的话，不过如果说他如果做试管婴儿，那几率更高。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至少38%嘛。所以如果说，他有不孕症的状况吗？是之前有生一个妹妹，只是说那时候是很多年前生的。那既然他没有不孕的情况，你可以鼓励我刚提到，就是让他多吃点叶酸、深绿色的菠菜，这些都是增加。他如果真的要生双胞胎的话，这个是一些可以自己 DIY 的一些方法。如果是。因为他们想要生男生啊，就想说他是很多人就一次生两次男生这样，所以他就是他自然他可是他自然怀孕也是有一半的机会是男生啊，何况他已经有一个妹妹。我想生孩子这件事情，除了就是说他的压力很大，否则的话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强求。但如果说当然，如果说他非生男生不可，你小姑她嫁的是独生，是老大还是独生子吗？就独生子这样，独生子哦，所以也是有压力的、如果说他有这一种社会压力的话，可以。如果是当然，你如果说做试管婴儿多胞胎，要去做性别上的考虑是比较比自然怀孕会比较
它的空间会比较充裕的。不过很少人为了这样子来做试管婴儿哎、欸，但因为他看起来也30岁，而且一个妹妹，她的生育能力如果不错的话，我会鼓励她自然的情况下试着，用我刚刚提到那几个方法，比如说都是叶酸啊，何况她有家族史，所以她光 F 4就有两个 F 啦。对，她几率已经比别人高很多了哦。对，如果说她真的需要我们验帮忙的话，那你请她夜间第三天带我们验来，我会帮她，教她几个方法，应该还是有办法帮她，对。哦，好，那我知道，谢谢你哦。好，谢谢。的确，在做来求医的哈，尤其是他已经打定要做试管婴儿，他们就会说，啊，做试管婴儿这么辛苦，发挥又这么高，蔡医师可不可以帮我做一对双胞胎？那最好是龙凤胎，尤其是那种长期不孕的哦，他们的确会这种要求，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国外他们也有做统计，就是说针对第一次要做试管婴儿的做民意调查，结果他们发现说，哎，的确。他们做双胞胎的意愿高出很多。那我们这一次双胞胎活动，我们特地发问卷给他调查，就他们已经都是双胞胎的，已经有双胞胎的家庭了。再问他说，如果事情再重新来过的话，你愿不愿意生双胞胎？结果有7个家庭当愿意，也是说他们乐于当双胞胎的爸妈，可是有3个是不愿意哦。所以我们就赶快去问他说，你他是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对啊，你现在双胞胎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不想生？他说太累了，太累了，就是太累。所以表示说双胞胎大家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有趣很风光，可是据我们验自己的调查是70%愿意在验事情重新来过的话，他还是想生双胞胎，但是有30%的人是不愿意的。不过可能也是要看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啊。有时候如果说是一个妈妈自己家要带2个小孩，真的是比较辛苦。他的家族如果说有一些家庭成员来辅助他来帮他的话，也许他会比较轻松，愿意带双胞胎的那个比例会后意愿比较高了。是，不过像刚那位观众哦，扣音进来的这位观众，他小夫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是比较特别，因为他其实年纪也不大嘛，然后又有自然怀孕生产过，但是为了这个因素想要来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情形，可能我会是他如果真的来找我的话，我会了不起给他吃个排卵药，增加他多巴胎的比例再来考虑，因为他本身没有具备做试管婴儿的要件，或者是说条件或适应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勉强，而且何况他如果说本身没有医学上的必要性，不一定要跳进来试管婴儿这个，可以说，又要花钱，而且又有一点点，体力上负荷的一个疗程，是。不过这个双胞胎哦，其实也是真的蛮有趣的、哦、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看这个很多节目上，我都常常找这个双胞胎一起来上节目，然后通常都会比如说玩一些这个比如说心电感应的游戏啊，那像这个双胞胎真的是会有心电感应？理论上应该不是心电感应，就是说他们对于同样的一个情境的反应应该会接近哦，所以这次10月初在10月1号到5号在大陆，他们那个活动办了5天哈、哦，他们有很多都是专门在设计这样，比如说，2人3脚让他们跑，双胞胎让他们跑，或者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看他们的默契好不好？对对对，所以他们我看他们的节目表里面有很多都是在测试说，哎，这个双胞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当然，如果一人双胞胎，那就大概跟那个是大概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同卵双胞胎理论上是会一样的。对。那还有一点可能父母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像这种双胞胎他们的比如说健康啊，或者是说将来的这个智力发展啊，学业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双胞胎最近有一个研究，对，你刚才问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双胞胎跟单胞胎的学业成绩哪个比较好。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哈，就是国外的，我们台湾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他们提出来的数据没有解释，就是说双胞胎他们的视觉成绩比单胞胎好啊。他们就说，哎，双胞胎生出来的时候那一刹那可能的体重可能比较轻，比较早产，可是他们一直追踪到后来，哎，他们的视觉成绩比较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种试管婴儿的双胞胎或者是双胞胎比单胞胎成绩好，这个好像我不只看到一篇这样的研究报告。对，所以双胞胎他们的的确确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有趣的研究，比如说7月份骤人比较容易
就七月份要受精了哈，是比较容易生双胞胎。那高个儿的女生比较容易生双胞胎，那多吃叶酸比较容易生双胞胎，这个都是有趣的，而你可以去做得到的哈。对，是，所以如果想要生双胞胎的话，也可以朝这样的方向去做。对，就是你不一定来找我，你可以用一些 DIY 和自然方式，或者说像资利亚那个罗伯兹那个歌星，大量吃菠菜，对，那菠菜里面就有叶酸。叶酸是公认是跟细胞分裂有关的一个因素，对。是。那在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当中，我们有提到说有这个同卵双胞胎哦。那同卵双胞胎就是听说是不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会比较危险的？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如果是四胞胎里面有一个是同卵双胞胎，我们一定会把同卵双胞胎剪掉，因为同卵双胞胎它如果是属于共用胎一个胎盘这种类型的，就是单绒毛单。羊毛这种双胞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输血症候群，就是说两个去抢血，那抢赢的变成就是所谓的接受者，那抢输的变成捐血者。哦，那这个生出来有时候会变成抢赢这个会红彤彤，它血红素可能是18-19，那抢输这个可能是贫血。那可是抢赢这个比较容易死亡啊，抢输的那个生在贫血，可是它比较容易存活。抢赢这个会羊水过多。哦，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好不容易幸存了，可是会变成一个植物人，因为极度贫血或者对。所以同卵双胞胎有时候当然生下来我们看到说哦，理智期理智期看起来很好玩，可是他们可能已经通过那些考验，如果说他碰到是属于单绒毛单羊毛这种同卵双胞胎，很容易产生的时候在医学上叫做 TTTS、哦、就是输血症候群，就是抢来抢去。对，那个可能有时候会是一桩悲剧也不一定。对，是，但是可能生下一个植物人，但是这个是任何的医学上没有办法避免也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个状况。对，是。那么最后还有个问题要请教蔡医师，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病人他是三胞胎的话，那如果他要求说要生这个龙凤胎的话，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解决？在医学上就如果有病人有提出这个要求的话，我都会跟他提示这个医学上可能多一个签子可以婉转办到，就是说在剪胎之前先做染色体的评估。我们剪胎通常是要针对染色体异常的去剪嘛，看说哪一个是不是有异常的状况。那11周做的只有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绒毛膜采样嘛。那绒毛膜采样是要看染色体，那这个采样出来就知道说哪个染色体正常，哪个染色体异常。那染色体异常当然是非剪不可嘛。对，那这个当中染色体既然报告出来，当然就知道哪个是男生，男生哪个女生。那有时候病人这时候病人的意见就开始介入的，哎，我要龙凤胎，我要这个男的，我要这个男的，我不要这个男的。所以当他们知道性别之后，他们就会指导说医师我要这个剪掉，我要剩这两个。所以就是家属会强力介入，医师要医师做这个做那个。对，但是最重要其实是要把不正常的胎剪掉。所以我常常会跟病人说生孩子这件事情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强求。那当然如果说在安全上没有顾虑的情况下，病人要怎么样基本上病人的要求我们还是会被动配合，不过还是要以安全对，然后宝宝的健康为主的。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则可循，比如说你三胞胎四胞胎一定要最好剪到一胞胎或两胞胎。那剪胎之前你如果先看染色体正不正常，也可以在11周做绒毛膜采样，做完之后再来剪胎也可以。那这个当中自然而然就有一些性别上的特殊考量会介入来指导这件事情。对，是的。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跟蔡医师聊到这边。那么非常感谢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各位晚安。是，那么在这边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祝你好运的节目，我们再会。做试管婴儿非常容易生双胞胎。根据卫生署统计，1993年台湾地区试管婴儿的比例38%是双胞胎，当然这里面有一半就是所谓龙凤胎。双胞胎有双胞胎的乐趣，当然双胞胎也有更大的压力。因此，做试管婴儿是不是能够双胞胎，千万不要强求。医疗新知，
酸容易生双胞胎。根据瑞典的统计，是叶酸比较容易生双胞胎，这跟细胞分裂有关系，而且有生物统计学上的意义。